我是公共运列车长的2014年8月27号，1235单电脑，我一次将海线看清楚，然后这里面就是几个啊，2014年8月27号。受益站16:32的白色是21944。用三线开往基隆，走维修线路。好，维修线路进来，到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到电大机关面，拿个纸在这。从830到833维修进入，对啊，这边不行，这边太多，可怕的要死。2194，哎，扫这边。我说下面干嘛？咱们都丢我们大局方面。2194，从三港机用的用834、833为小群众。关闭车门。哎呀，这次就那么麻烦。